爸爸，快点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梅子还给我，给我那些警察在干嘛啦，我的梨子还没找到，为什么你把我现在在强强家外面，今天是愚人节整人的当天，刚好电视台有通告，所以我们打算在他下通告的时候跟他说栗子被绑架了，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我现在叫妮妮跟阿弟把栗子带出来。最重要的阿弟，他今天是要饰演被抢狗的那个。小秋和牧尘今天会跟着强强去上通告。我要来抢狗了，我要去换衣服了。假装看手机，然后他就会从那里跑过来，然后你就跌倒，慢慢跌倒，不要受伤。好，打架打架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的啊，对对对对，小心小心，跑走跑走，好 ，OK OK， 对方。怎么样，好玩吗？好胖哦！丽姐，丽姐，他是青蛙王。你妈出门啦，丽姐。我们接下来要来拍阿弟的伤口照。那你很重要。好，这样印出来了。开始布置镜头中。啊，可是我们也开了。好，你就直接先说栗子刚不见了，送出很重要的。栗子刚刚不见了。本尊。安葬。要不要走？你丢了，丢了。够没有？现在就剩他们两个的任务了。我们现在在等强强录完通告，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很紧张。他因为他刚刚坚持把手机放在自己的旁边，我们就一直觉得他有什么预感，因为他今天早上化妆也化得很快，然后还一直跟栗子玩哦。他会发现他的栗子被绑架了。我已经做好准备被骂了。现在在等强强下通告，看到讯息中，爸爸也在等。栗子给他带你出去玩哦。正常来说，现在应该很紧急，我应该要先去开车才对。哎，你叫你打来，你叫你打来的。喂，地址要被抢走，啊？监视器，叫监视器。有，我已经报警了，报警那没关系的，那。叫监视器，求求你叫监视器。好了，监视器已经我送警察去局局了啦，马上会找得到了。绝对找得到了，绝对找得到，绝对找得到。求求你，求求你，没问题了，没问题了哈，真笑哎，啊。哦。完了，这他直接哭哎。哎，阿弟讲一下。爸爸，快点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救我命。没问题，没问题的。在前面，在前面。把养到那么胖，大家都喜欢呐、啊。快点回去！叫他带你回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哈。我再回去，不要回去，死了，好可怕。警方掌握到了啦。啊！梨子还给我！抓到了，抓到了，抓到了啦！你是哪个歹徒？我要找他，我要找他，跟他分析，跟他分析，跟他分析。那不是我，赶快去报案，差一点就抓到林口去杀了。他太过分了吧！他准备要吃狗肉了，晚上准备要加菜，三四个警察压着他，你跪在门口。爸爸，你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啊？男的女的？男的女的？一男一女啦。回来，我叫马上回来。在家里，在家里，他就要等你回来。两个歹徒要跟你道歉呐、啊。好，你嘛伤过憨吧，
在告你啊，吼！爸爸，请警察等我，等到回来。好啊，你不要打人哦，不能打人哦，不能动手。那我不会打人，我不会打人。好好好，慢慢开，慢慢开，吼！看他当场大叫，太过分了吧？太过分了吧？而且是一男一女，太过分了，好可怕！为什么我老是遇到一些奇怪的事啦？我承受不了啦！累得哭，太快让他觉得狗找到了。但好像如果不让他早知道，他会发生很恐怖的事情。他就会冲去警局。遗失物品，狗。对，愚人节快乐。他会不会发现？哦，你传给他。哦。可以抓班单了，已经有了，班单都来了。真的。现在还有人在这样抓狗吗？我有爸爸是大安分局执委会的委员。哦。我爸妈一定直接报警了。好险，谢谢警察。不要动这些，养狗养到这样子，这只狗以后不要再养了，养这个狗就找麻烦。人怕出名，狗怕肥。你那个狗那么肥，人家也要抓去杀。你让他跪门口，我真的很生气，我很生气。他已经打了两巴掌了啦。好啊，你不要打人哦，不能打人哦，不能动手。爸爸打他两巴掌，爸爸你先不要打。你在啼笑哟。啊，你看。小秋第一天上班，他遇到这种事，狗被抢走，他想再载我们回家。小秋，你觉得怎样？我觉得很紧张，超紧张。我以为影片都是谁的？不是谁的，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人生就是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要怎么办？我跟大家讲，我们现在刚刚下通告，然后结果呢，我们收到讯息就是。栗子被人家抓走了，他开直播、哦，怎么办？开直播是怎么办呢？推倒，然后现在全身都是伤。而且又四百七十五个人观看，会上新闻。完蛋！栗子被抓走，用歹徒抓他，是一男一女。警察说不能开直播，这不能开直播。不能开直播，不能开直播，事情还没结，这就不能开直播，这个这样不行哦。没有，回来再说，没了再说哈、哦。他又开了。对，他又开了。是爸爸刚打来跟我说，我不能开直播给你们看。他们突然搞这招啦，我们整个大乱掉了。历史不见多久？这样看应该50分钟有了。50分钟，历史一定很害怕。那才刚大病初愈，太过分了吧？有对象了吗？哎，等一下回来。阿皮上全身都是伤。他说他已经吓傻了，太紧张，然后不知道路怎么回去。我们这条路花了一个小时，平常爸20分钟可以到家了，我花一个小时还到不了家。为什么不让我平静一点？牧神说他在哭啦，好可怕、啊。他才刚好，他每天都要吃药。现在怎样？山下那边怎样？歹徒那边怎样？就是在我们家里面，是叫进来坐着，进来坐着，有种他妈进来坐着。栗子，我带你出门喽。宋晨不在，我反而会有点紧张嘞。保重，同志们。因为我们知道歹徒已经抓到了，在我们家，就心情已经好很多了。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抢我的狗，抢人家的狗。哎、欸，他很开心呢、欸。我要赏他两巴掌。等一下我会不会被误以为是歹徒，就被警察抓起来了？快，看到了。爸爸已经布下天罗地网，把人抓到，人赃俱获。我妈到家了，要转进来咯。那不是，我要冷静。对，我要冷静。只是怎么会有歹徒会来抢我的狗？好紧张。啊！重点是我刚刚爸爸在外面跟警卫聊天。怎么办？爸爸在门口。看到了。为什么？好可怕。爸爸，我最后没找到你，从这块小翻版啊！刚刚有那个组长，他当区的警察，警察。
爸爸，你在干嘛？爸爸，我刚刚有需要了。啊？爸爸，你到底在干嘛？爸爸，你在干嘛？果然事情卡了。爸爸，叫什么名字？别再换我的例子。很多人让你担心啊。我真的好。我的传给我。我的例子还没找到。警察呢？警察都抓起，你去报警，他们就一个人。要不要先去关心一下啊？你现在矿场栗子在哪里？爸爸，栗子在哪里？哎，媳妇的，现在栗子在哪里啊？啊，我就不知道啊。栗子，好可爱。那你鞋子要穿出去进去了，哪有这样子？你在直播吗？没有，不能直播。对啊，你不能穿走鞋进去啊。你不要给我看这个，他会被抓啦！抓了，抓了。你看，求求你。那为什么不能看到那个呢？那车牌号码呢？他怎么这样子？为什么你把？你看看。没有他，你看，你看。看你卸了，看你卸了。他不要了。你看一下，给个红色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那是谁？你看你有认识的吧？有人穿太露了。愚人节快乐！愚人节快乐！愚人节快乐！是谁弄的？愚人节快乐！什么？现在几号？要剪片了，四月一号才可以上片。四月一号才可以。啊、他们叫我这样弄，我还开直播呢，真是！赶快帮我开门！我们整个慌乱啊！你们太过分了，我还跟大家说清楚了。哎，栗子在摇尾巴，栗子在摇尾巴了。我他妈太过分了！啊，你有关心阿弟吗？没有。你不要演这样子，哎呀，你们拜托，玩这个游戏真的不好玩。OK， 好，爸爸。因为未完爸爸他真的抓到歹徒，他太直播，我要来看歹徒。因为爸爸也偏离我们的剧本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好玩吗？太过分了啦！好，后来哟。没事了，拍谁？因为这是一场很严重的误会。我们之后会用一个影片跟大家解释。哇，这个是你们什么愚人节哦？干，栗子，为什么有人要抢栗子？你们还是跟不上我脑袋，我更快，我更极端，好不好？我超极端的，你看搞一个直播嘛，这样有成功吗？很成功，有成功就好了，有成功，有成功哦。第二通电话，爸爸应该要说，其实还没抓到，然后你不要开了，会激怒歹徒。对，应该是这样。看，你们都没有抓住我的这个，不能跟你讲太多，因为我的内心弱点会被人知道。明天继续整。爸爸演得很夸张哎，穿着白袍像在乡下一样，什么门口跪了两个。那你还相信？我相信啊。这个奖赏给我哎，狗不见了啦。不是啊，你不是说歹徒抓到了？爸爸说让我放心，他才这样讲的。现在没有抓到，你要帮我想办法啦。一只狗，你可以轻笑到这样，我也真的是佩服你。啊，现在就是没有抓到。没有抓到就是代表你跟他没有缘分，这个死狗就是随他而去了。你要出头天了。为什么？你犯狗命啊！这次机会刚好，这只狗被抓，你也省了医药费，也省了刚刚轻笑，也好。